革命军人格调牢记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第一件行动听指挥，不挑意志才能得胜利。第二步拿群众一阵线，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。第三一切交付要归公，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。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。八项注意，切莫忘记了。第一，说话态度要很好，尊重群众，不要耍骄傲。第二，买卖价钱要公平，公卖公卖，不许称霸道。第三，切人东西用光了，当面归还，切莫遗失掉。第四，若把东西损坏了，照价赔偿。不差半分好。第五，不许打人和骂人，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。第六，爱护群众的庄稼，新居作战处处注意到。第七，不许调戏妇女们，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。第八，不许虐待父母兵，不许打骂，不许烧腰包。遵守纪律，人人要自觉维护，相监督，切莫违反了。革命纪律，条条要记清。人民战士，处处爱人民。保卫祖国，永远向前进。全国人民，拥护有欢迎，有欢迎。